走了也好，眼不见为净。这一次确实在灵界耗得有点久了，也该回去了。神君。王爷，莫方将军，今日就此告别，他日恐怕很难再见，还希望两位多多珍重。再也不会见到了吗？神君，今日为何要来这儿？我是来寻芙蓉君的，他这一次在灵界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，实属我仙界的悲哀。我回到仙界以后，会把我的所见所闻呈报给天君，他日。待到王爷嫁到仙界之后，芙蓉君定不敢像现在这般造次。神君，不要。王爷体内的毒素尚未清干净，早点休息吧。这便是神明之力，挥一挥衣袖便能消除万里瘴气。可是星光照的却是人的阴影。走了也好，眼不见为净。